大家好，我是 TF 家族练习生陈俊明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日常生活。当然网课肯定是必不可少的，一下课不是做作业就是练习唱歌或者跳舞。每天最开心的事还是吃饭，因为爸爸每天都会给我们弄一些好吃的东西。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青椒炒肉还有小火锅，每次都能吃三碗饭。他爸爸就说，可是像我这样吃迟早吃出双下巴，于是他就规定我的饭量每顿不能超过两碗饭。好了，我的分享到此结束，祝愿粉丝们吃得饱睡得香，再见。